雨璇，喝酒了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已经答应跟他们和解了。我最讨厌别人要挟我。你做决定之前为什么不问问我？那些子虚我的事情我不在乎。就算全世界误会我，我也不怕。我愿意。我不愿意。我不想白白折腾这么久。 酒醒了吗？现在问。